当你在上海通勤，你好，零投诉特助8283号为你服务。师傅啊，我感觉在上海通勤好累啊，有什么舒服的办法吗？哥，你天天拉叉头不就生意了吗？天天打车那也太贵了吧。哦，哥，要便宜嘛骑电瓶车了。那也太冷了吧。哥，要么坐地铁呀。那也太挤了吧。哥，你搬家搬到公司旁边去好了吧。那房租也太贵了吧。还能从那边走个嘛。哥，没办法了，你要么辞职别干了。辞职你养我啊？啊，不是，你是来寻后事的是吧？我不管，你要帮我想个又省钱又舒服的办法，不然我就投诉你。哎，别投诉。哎，你要么这样，你搬到你公司地铁沿线的终点站去。一般性呢，终点站比较偏远，房租便宜，还能坐到位置，就是路程啊可能稍微久一点。哦，这没关系，我可以坐着睡觉。太好了，师傅，今天终于不用投诉了。哎，蛮好蛮好。哦哟，终于。哎，你公司是几号线来？我要投诉你。哎，啥道理啦？我公司是地铁4号线。